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皮诺康利 2.2 版本的一个合集攻略，主线太阳照常升起，新 2.2 主线的然后，在第八天，新 2.2 主线星穹铁道皮诺康里 2.2 版本新增任务合集，狼之道中明城追战物小城机人国民公敌奔腾年代等醒来，在哭泣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。太阳照常升起，然后在第八天，影片分为分集和带解说的合集，希望朋友按照需求观看，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订阅，谢谢。沙金先生和托帕小姐都来了，还有那边那位是博士学会的拉迪奥教授。乘客，航线会议就要开始了，就等你。等待月迁期间干点什么好呢？下课事成。这边，亲爱的，跟我来吧。先继续走吧。我们到了。是你呀，我们都应当珍惜彼此存在的时光。啊，从秩序的梦中挣脱了吗？已经睡得够久了，让他见识下你的起床气。市长在你，我走。来点刺激的，别上火。请听，是你引渡徘徊，又是谁？若无秩序，弱者何以为上？战斗体验该有，二倍速就这。我为逝者哀哭，不也终将落下？我们绝不选。我前来送行。我们该走。身凝聚。我来领舞，醒来吧。徐总将我们与合演开场。逝者哀哭，墓园终将落下。是以107336人封告而入，加入光荣的合唱，归于天堂。
时针里闭门保守。敌人收心了呀，来点刺激的。我前来送信。杂音见岁月落，百花盛放。一点小事了，偿还吧，麻烦了。永年非逝者在你。我走。如果梦境与现实无异，它还能被称作虚假吗？孤独徘徊，我为逝者哀哭。墨月终将落下。别笑！你们选错了对手。我以完美无缺的乐章号令，再创乐园。在秩序的乐章里，已经出现了另一种声音。匹诺康尼最初，也是最后的不协和音。我来领悟。被美梦囚禁的人们，正在为自由而觉醒。杂音，这个鸟，是你在歌。哥哥。你听到人们的心声，但他们依旧不知道要走向何方。即便那颗星星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永远孤独的黑夜，使者在你。战斗体验该喷，二倍速就这，奏响我们自个合眼开场。我走。生灵俱灭，时针里闭门保守。跟上我，我前来送行。欢呼不离旋律，战斗体验干坑，二倍速就这。沉入梦中，能让我玩开心点吗？来点刺激的，哥哥。人性的弱点不是由他人救赎的。我来领悟。杂音渐次陨落，百花盛放。一点小声，我为逝者哀哭。墨月终将落下。如果你我从不孤独，又怎会踏上渐行渐远的道路？最后一次和谈就到此为止，一切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无疑之日已至。哲学的胎儿，为我等重塑天地万象。倘若你们的乐园能拯救更多的人。永年非逝者在你。已死的星辰向你致敬。以此七日誓言，命而别动，有什么不得了的要来了。并非是你造化万物。二倍速就这，无惧，而是人再造的你。未来会充满痛苦，我们也绝不逃避。无惧，以耳神驱，为我等乐园奠基。一点小声，麻烦来点刺激的。你们选错了对手，永年非逝者在你。逝
始吧。我们约定的乐园并非只有知心一种选择，真正的幸福应当是所有在虚无面前依旧挺立的事物，那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活法。诺言终将落下，战斗体验该由黑尔本素有证。能让我玩一点刺激，就让你看看弱者们的信念吧。我前来送行。一动还有，来点刺激！跟上，倾听。